真是大概一分钟。陕西民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放开包幺幺的模式，上下直播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是回答观众的疑问。不过呢，今天的话不是我来回答的，每周日出镜的千机悠悠教练来回答大家的疑问，所以よろし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悠悠，来自日本大阪，我是模特出身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。Hey! 七月去大阪，求推荐好吃的大阪烧店。因为我的老家是大阪的。那个鹤桥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那个大阪烧的那个店的名字叫富野子，一定要去哦。悠悠，怎么才能变得像钻石一样硬？好好锻炼身体就好了。悠悠来中国多久了？去过中国多少地方啊？我来中国6年了，然后呢，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，超过20个城市吧。说一遍，难得呀嫩。难得呢。悠悠有考虑过把基博或者宫崎带到非正式会谈一次一日代表吗？哎呀，当然考虑过了，只不过你看他们有点污，但是呢，电视台嘛，污的东西不能播。在非正式会谈里和谁的关系最好呢？来自埃及的莫少龙，我们的关系最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俩都是处女座嘛。悠悠有喜欢的日本明星吗？难道是关八？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中岛美嘉。我呢比悠悠，你是怎么认识吉博的啊？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那个通过微博认识的，而且通过这个老莫认识的。悠悠喜欢什么类型的妹子呢？给我很大的拥抱，我是林志玲，我喜欢像林志玲一样的那个女生。悠悠，如果你是女孩子，要在 Q 君、宫崎、基博、三和众选一个结婚，你会选谁？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呀，三个人要选择一个宫崎，因为宫崎最帅。悠悠最近马上日语能力考试了，我该锻炼哪里的肌肉呢？考试的时候应该练哪里呢？因为考试的时候是有笔试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练手指的这个肌肉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手指的肌肉叫什么来着，但是应该练这个。腕の筋肉を鍛えよう。腕の筋肉を鍛えよう。腕の筋肉を鍛えよう。我知道这是什么肌肉，是七里臂，是不是？要考考试的人呢，一定要锻炼七里臂，好不好？我感觉我的中文没有悠悠厉害，但某个方面的话，完全我凌驾他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就到这，请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，还有这个频道，那明儿见，拜拜。好，那我要去锻炼七里臂吧。